真爱灵魂的企业爱多美。爱多美在2009年开始流通化妆品和蜂蜜饮。爱多美主要以销售物美价廉的大众生活必需品，每年销售额平均成长30%-40%的超一流企业。2015年全球销售额达到225亿台币，2016年预计销售额将更胜一筹，全球会员数已达300万名以上，朝全球化企业迈进。因极少数的退换量，已在同业内成为标杆。从2010年开始，美国、日本、加拿大、台湾、新加坡成立的爱多美分公司，在2015年5个国家内销售额已达到29亿台币。2016年预计成立柬埔寨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3个分公司，并且将在其他东南亚以及南美地区成立分公司，朝全球一流的流通中心前进，展望经营目标实现的那天。爱多美超快速的成长秘诀是绝对优良品质、绝对低廉价格的大众精品。大众精品绝对无法仿效，提供绝对优良品质以及绝对低廉价格是爱多美专属的商品哲学。会员直接贩售的方式省去物流费用，使得公司营运成本最小化，把资源花在刀口上。绝对无法仿效的绝对价格高手，韩国原子力研究院开发的蜂蜜饮和保养六件组，达到了韩国同业界中单一品项销售量第一和保养品销售量第一，同时也是在爱多美各分公司销售的全球性产品。爱多美牙刷也是一秒卖一个的热销商品，在2015年创下2000万盒的销售量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爱多美证明了遵守原则的策略是正确答案。爱多美的成功系统是公司直接举办研讨会，无关上下线的能力，谁都可以成功的制度，还有领袖间无私的齐心合力，在传销业界史无前例的共生共存系统，高效率稳定，爱多美专有的成功制度。在均衡的生活下，爱多美以顾客的成功为优先顺位，也保有3大文化。第一，原则中心的文化。爱多美遵守传销的基本原则，为了公司的生存，重视客户和公司之间的约定，是爱多美最重要的文化。第二，共同成长的文化。爱多美给予合作厂商全力支援，使合作厂商为了品质做出最大的努力，提供顾客物美价廉的产品，这是透过共同成长文化良性循环的结果。第三，分享的文化。向职员和会员提倡分享生活，是爱多美希望创造以人为本的社会。如此的爱多美文化，透过公开的企业伦理经营，实践社会责任的爱多美经营者，努力成为社会的模范企业，以消费者为主，持续辉煌成长的爱多美，超越业界，爱多美开辟了流通的新天地。本次见面，爱多美希望成为大家获得成功的伙伴，不只让顾客感动，还让顾客成功的超一流企业，真爱灵魂的企业，我们是引以自豪的爱多美。